八零到九零这个时候，1980到1990这个时候哦，几个关键字，第一喇叭裤，对呀、啊。那时候一定要喇叭裤，台语叫空巴拉口，对对，然后呢还有高腰裤，哦，那个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裤子一定穿到肚脐以上，要，然后发型那个时候呢就像佩仪姐一样，这张大波浪。对，大波浪就是朱茵的那个，就是不管你是钟楚红或是朱茵，就是看是在靠近肩膀的地方，一定要有点小高脚，对，就是这种法拉头的延续，然后再来当然就是万年不败的丹宁，丹宁在1980年那个年代，70年末到80那个时候，丹宁整个就是大发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刚才欣美姐提到的垫肩，那个年代从70末到80开始哦，垫肩的这个线条把你撑开来，不管男生女生，那个垫肩一穿起来，你就觉得整个人气场很强，对，气场变得很强，所以那个时候垫肩也在80到90这个时候非常的流行。